南韩女团 TWICE 出道以来人气持续飙升，日前他们前往美国展开演唱会，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其中成员子瑜拥有甜美外貌与好身材，更曾被外媒票选全球第一美。而近日就有网友在论坛发文，亲眼看到周子瑜是什么感觉，并附上一则4秒短片。该影片是两年前子瑜才20岁的时候，她衣着轻便现身机场，拿回自己的护照后，回头和韩媒点头打招呼。没想到子瑜一离开，空服员立刻转头露出惊讶表情，直呼 wow， 像是对子瑜的精致美貌赞叹不已。看完影片后的网友纷纷表示，影片里的女生反应好真实，短短4秒的影片我怎么一直看不完，气质满出荧幕了。更有几位网友认证子瑜本人美貌，之前去集展会进去看到子瑜整个在发光，本人真的超级正，漂亮到很夸张，吸引大批网友前来朝圣。